坐在我旁边的先生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好东西了。还记得几天前全联推出2016年看不见最可怕的中元节广告，引起广泛讨论，甚至还有人开玩笑明明在影片中有看到鬼影，众说纷纭。就在鬼门开前夕，全联粉丝团捎来这个消息，决定公开鬼影的真面目。玄机就在这看似一模模一样样的影片中，这对情侣无家可归，他们正等待一栋婚房。全联设计出只要按下键盘的 RIP 键，屏幕上就会显示回应，让每个尝试的网友都吓歪，再一次引起网络疯传。大战真的太可怕，而且不是自己眼花，全都直呼只有全联能超越全联。